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啊，再来呢，连真一支山，啊，面顶各种哦，后悬有鸡啦，有诶金诶，有诶木诶，啊，佫起山，迄种翻脸不认人。你若面向你遮咧，面向遮咧，啊，你就等于讲会拄到一挂翻脸不认人的朋友嘛。啊，你若住伫山下遮咧，哈、啊，就出到遮诶，吼、哦，翻脸不认人的朋友嘛。哦，这就简单嘞，所以入山看山势啊，入门看门势啊，啊，放西看风势啊，对不对？入山看山势，哦，这里行，山顶后后火车后五行乱七八糟哎，这里真的人吼、哦，你要跟他斗阵是人袂歹，但是翻脸不认人，你也是啊，哈哈一笑，原来是这样而已。哦，咱呐，假使住遐嘞。啊，那出出来嘞，啊，出来人嘞，哈、啊，那就翻脸不认人。比如你安嘞，歹势，因为我带风水吼，好多翻脸不认人嘞，一连真心，哦，哎，就转法轮嘛，转法轮方式啊，啊，你阿伯袂使你讲师傅啊，我带你连真心的后边哦，啊你好，啊你无对安怎，哦，咱爱转正嘛，哦，连真。啊、哦，那有一次，啊、哦，我到连真星呢，就是出寡妇嘛，我大不是人有做过啊。我在六年前去花莲，啊，去吉安乡进去那里一个地方呢，买趟玉里啊。那里师姐因妈妈翁星爷，我去啊处理一寡代志。我哎，遐附近的人很多西洋的，你知无？啊，师傅啊，像一个男人呐、啊，大汉冒错了，还是去偷害的死啊！安尼规整，先生需要了拢孙太太，我若要搬走哈，伊讲我都安在那偷鱼死啊，哪有钱好过去外口呢？啊，得忍受遐个饲囡啊，搁饲细囡啊，大汉大汉，啊大汉了都搁娶某，某人搁娶来嘞。啊，媳妇都有个含大家做位啊！哈，迄个叫做寡妇村啦，迄就无叫什么无可奈何啊！迄就啥，连真，连情史都有偶这女的啥呢？啊，所以各位我们在座女士同修，啊，您得爱注意，什么事情，笑笑啊，笑得较硬呢，啊，较软呢，哦，你啊点咪，奇奇怪怪的事啊，我告诉你，免惊先生，未先等于休假。哦，爱注意，黑表示连真心。啊，再来嘞，吴许是哇，都到卡呗。南仙佛寺对面就要黑条都卡，啊，左边是左辅，右边是右皮，左辅一家，右皮一家，左文右武来朝拜。哦，所以我爱总统也对咱中文，啊，增加好多，好事都就会来拜佛。哎，侬个看啊，这阿拜总统、副总统啦，下场侬会来拜多少？咱的师兄姐啦，因为对面的山势，哈、啊，的吴许星，吴许的主帅，啊，主帅呢，啊，也来朝拜，啊，那么现在这里呢，这么大的，就要红的大些声呢，哦嘿嘿，也来朝拜阿拜，世界的总统也来朝拜呢，
世界总统啥人啊？世界总统也在朝拜啊。那么最近来呢，咱台湾的姓台湾的多啊啦，台湾的未来总统两个拢在朝拜。我无讲非嘛非说，无讲乌人个报道，伊害受害人做番子。吴奇，吴奇的主帅，将军主帅，皇帝吴奇，咱像咱威武后壁太阳嘛，就像太阳出一半出来以上诶，上面左辅辅星土星土生金，迄爱生伫这边。这爱写这边，左仆右皮，右皮，左文，左文是土，土生金，土生金来供养猪郎，右皮，右边皮星就是木的武将军，武将军呢，就来守护也，正边是火，是火；左边是土，金土，是土星比较柔，所以这风，你若看了这个地理，这边左辅右皮的，你得爱看头前有吉地利啊，皇帝是头前坐啊，假使地势无真善了，是一定是对面，两行唔得坐车，唔得坐车尔，你来坐车，家己做皇帝。做官背地，卡身红杀拖出来拍，吼、算计搞啊！做官背地乌咧走，你啊姐姐，遐红乌遐来甲你吊牌。所以咱八卦山易经大学这点，咱都直接去这边遐来吊牌，来朝拜。你爱好朝拜，才有孤等。你甲你做，只是一尊尔，过过瘾尔，事实上。那个人因缘，那么易经大学这点，就是一家对面两个，左辅右弼家来朝拜，朝拜那些大地鱼。你第二爱看无？哈，倒一个无呀嘞？你爱记好嘿，你记好，这个原则嘿，唔只我一定先生看清到九星，嘿，想你找你咪去请哦，星斗九星星一定先生看星斗，九星就是星斗，一定先生你爱要看这個，二丁先生看水口，水口呢未使咧反攻，要有玉环、玉带，宝座当然有玉带，看这個三丁先生满山走，风景遐好，结果跌下，阿无。手续无包，来龙向正断掉去啊！也无起顶，也无入手，也无啥哦，满山大家嘛好，家嘛好，感觉袂歹。四顶新鲜的果盘到，你莫自己叫过讲，连刚叫过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到下面，带各位看这点，这里来朝拜那个所在。若是时间来得及。我教各位看下面那点黑，你若要溜的人，再加点墙来溜，你看得到无？好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同学哈，我们前面坐下来哈，蹲下来了，不要坐哈，坐也没有关系啦，难得哈，你是十二亿的土地面顶问一个呀。无甲倒去啦，咱伫土面面待伫土下较无紧嘿，恁这家就一点黑伫遮啦，这个穴吼一个金星，恁这里啊就是属于这个太极，就一个金星，一个武曲星诶，金星呢要开金取水，金生水，所以一般人们讲阿叔。这个穴要挖深挖浅，也要灵。像这个金星呢，你要挖深为清内，
较早我要挖到内底咧有菩萨，奇怪哦，山伊挖咧遐深有菩萨，挖咯，啊伊死啊死袂入去啊，哈伫山顶，就安安溜了，哦挖差不多比人较深，内底就是骨髓啊，菩萨伫啊，几啊尾活跳跳，迄个迄个迄个下面，阿妈挖到蛇。为了嘞，为了想想亲人，看到蛇啊，夭寿哦，我流泪哦，变得聋，哎，为了蛇，啊后为了迄个螃蟹摸黑，反正的金星金生水，所以要开金取水，在迄个斗六建湖山慈光寺，建湖山慈光寺嘞。啊，迄、那个就是一个金星。当时921的时啊，迄、那个原教法师、原教法师咧，啊，伊就来上寺啊。啊，伊咱上寺当时建设咧，啊，伊嘛是跟咱共款善，但是偏偏出家修行人咧，啊，伊就真有心哦。一来就提20万，老师啊，我较无钱啊，我20万甲你斗支持。啊！你遮建设，我歹势啦。哎，有来有去都无代志啊。我遐上惊无来无去就转代志，哦，是安尼啦。那我又啊，你来甲我看厝好无？迄阵还袂921，啊，我去看建仁山头顶一块湖，迄湖真大块的湖。哦，我真欣赏迄个湖。啊啦，过一站的921啊。只要伊了嘞，伊有别哩，别哩，伊就爱我去遐看，要来修正。我一看看，师傅啊，你这爱装卡掉呢？哪有可能去四楼啊？好不容易一楼一楼去的，去到四楼都是好不容易一楼一楼去，才麻烦。我讲你老早开始讲爱卡掉，不会跌死人的。因为我请专家来看，无代志的，无代志，阿伯都代志，我也都没什么。啊，过一站啊呢，伊就甲佛祖宝贝啊，叫伊卡掉。结果呢，迄起四楼总卡掉呢，基础呢笑我。伊只卡掉了几片，拢卡掉呀。啊，那开始要立项嘛，伊就爱我去。我去的时候，我讲啊，你这里有个穴，金星像恁那的圆啊呢，啊圆啊的一个金星。这呢，我下伫这里，啊，下伫有在我分金线先看好，看好嘞，连工，啊，过一礼拜我含陈冠祖老师啦，哈、哦，冠祖嘞，当着去啊，去啊，我叫伊啊，准备开啦，有，迄泡的，迄水，迄我讲你在溜嘞，安尼吼，啊，溜嘞，内底溜啥，就遮深嘞，内底溜遮宽，遮大坑，一坑的时候，内底一粒石头。这大粒，这大粒白，甲怎讲？讲只白，这个白石头边拢水，拢水。哦，啊，我分山谷啊，砍嘞，砍起来，拄多好，石头拄中。哦，我他妈闹鬼。甲说话的就是这，哈哈，老师你无准。结果对对对，哦，哇，因就足欢喜啊嘞。啊！因遐一个南诏法师呢，哦，原来地理学弄偌牛，你知无？我讲我全意见，我发意见你，你提来头下你也看有见真章，那看无免教，免教阿正，吼、哦，阿就微开咧出来，吼、哦，因就幸福啊了。啊，迄、那个我这金青，只要做水青，开金取水，安尼啦。那迄粒经过剑湖山头前，乌只只花乌咧，迄开关底啊。哦，开始下要去的时，因为无钱嘛，无钱来去较细间嘞。我画大间诶，伊个去细间诶。啊，佛祖有够慈悲，啊有够慈悲啦。伊就去个，啊叫了一个遐信徒个师傅，即我来去，吼、哦、我爱去个去起来相信啊。哦，伊就讲，师傅啊，我爱800万的去买铁料了，啊伊就是爱买成买材料。真正800万块啊，结果找无人啊啦！
师傅存700-800万，较无800-800万，我甲信徒借了到800-800万，互伊去做材料钱，结果找无人啊，吼、哦，真懊恼，烦恼咖呢，啊，就问我，法师啊，你叫我设计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家去，你就无问题，你若要甲改变型，你就起袂起来，即摆就龙天护法，甲你钱赶走，你就起袂成啊吧，欸，有够赞哦。哦，我你叫我设计的啦，啊，重新设计，叫我设计跨到落去，啊，落去的是一定啊，这钱免烦恼，有人会出。哦，所以就叫建筑师叫我讲，你代表一个真有名建筑师嘞，啊，就甲设计啊，啊，设计嘞很有水准嘞，啊，那迄时阵都设计好啊，变好做在啊，啊，都啊伊迄个师傅的小弟做营造建筑的。伊讲啊，这师傅啊，啊安尼啦，800万我先摕出来用啦。哦，你莫烦恼，甲起了就好啊啦。嘿，好啦，伊就800万应该摕出来，就开始动工啊。足趣味的钱摕好了，无三工的。啊，迄、那个伊的小弟啊，啊都人都提供一个地好起厝，要好起厝去做饭厝去卖。啊，伊就真咪起嘞。啊，土翻出一面面，卖到了起到后来都剩800-800万，利润都赚800-800万，你看有妙无？啊，无好料呀！啊，迄间就开始这边起的时候，伊讲老师啊，这起边啊，我你照起干家去，照我看的方向去，挡土破土，我照看是照做，结果呢？这面在起的是哦，这足多人信徒都直直来啊！观音佛祖慈悲，吼、哦，都放弃民房咯，过去佛祖保庇的，拢来到遐。迄间厝，迄间庙起2亿外，起2亿通呢，啊，都钱拢无欠，都起起来，起个足水呢。到了剑湖山的时光是真水，真高水准嘛。好啦，在起中间呢，地中牛在拍了呀。啊！你拍地中牛，拍土你扛地中牛的，迄条我叫砍掉了嘞。哎呀，对面迄群剑湖山的恶煞无水，水唔知对倒去啦。哦，输了，叫人来抓鱼啊！迄鱼啊吼，一尾30-40斤呢，啊去卖，我输唔用抬鱼啊，用叫人来抓抓。那不知是个人来抓杀生，还是抓杀生？哈哈，哦，充满真趣味的代志。阿师傅啊，江主编，啊，恁抓不到，你卖抬，啊你。哈哈哈！是吗？啊，两位，啊，抓买去的钱哦，啊，拢摕来造机票，啊，都有功德嘛，好遐鱼啊。嘛有功德啊，做功德啊，大家做功德，把迄间起起来啊。啊，佮上牛起来是，迄股水无代无志过来啊啦。迄只了，迄条就是迄呾开关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迄呾开金取水。哦，所以风水地理笑开一大堆啦，啊，真趣味的代志。啊啦，只起起来，吼、哦，迄水嘛足水啊。哎、欸，有够赞的所在啊！那所以金星就是开金取水，六千里啊，准到水。等下恁家车从这下车嘞，好、哦、水无？那无水，我干嘛在到水？应该蛮休困，哈哈。哦，嘿，好啦，咱就下来哈，讲这里、個、这穴、個，咱是金星的所在，哈、哦。金星对面嘛，一定相应，应山相应，相应的朝拜。你金星对面的金星，土星对面的土星，好吗？啊，这土星呢，你指土星对面呢，都、就是土星，啊，那是相应，物以类聚，啊，那你要是禄存星。对面嘛，乱七八糟破金星，反些嘞廉贞星，
晴时多云，偶致女也星，啊，这嘛有可能。那么呢，现在咱这里呢，八卦山脉，八卦山脉，这安尼像是，迄像这点呢，空一晶就光一下，啊，声音就震动出来，山脉就是安尼，山脉是震动，啊，星一这里呢，还像一个架子，一个架啊，彩条呢，啊，晶一下海，啊。空声音就出来，空声音就出来，空声音就出来。所以这里呢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中，丝线掉金钟，哦，就是安尼来。那么这里黑，咱都讲半路啊，弯弯粗粗的雨山星象，阿基本深山星象，啊，那么这里呢，啊，一向出来向呢，咱第一来看阴山。映山，啊，映山呢，啊，这里呢，都一个五曲星，啊，这边辅星，这边是脾闭星，左辅右脾，啊，这是你叫我看嘛，刷。咱这家呢，吼，下下骹咱这个古家，插一个吉家，迄点呢，躺出来，对面，加了九分二三的家，爆炸原点就这里。这山西是延庆山庄呢，啊，闽南中地方，今年咱当时去啊，哦，古尼去的哈，啊，这个地方很好，啊，空气很好，啊，那有机会呢，那么要过去啊，一暝，哪只？招待所，他没有收钱。哦，没有收钱啊？没有收钱，但是你那两百来去，你买搞付钱呐、啊，对不？哎，还得打个啊。很漂亮，这门框架过来，结果叫做月桃湖眼托鹅啦。眼托鹅呢，我在二十一岁时，迄阵我就去啊，去下骹山海啊，迄阵去啊做测量啊，开遐一条几万鹅漳湖几万鹅，啊去啊开一个三个道路。迄阵我做测量的时，高中毕业，啊我就去啊。啊，眼托我唔知好地理，那知好地理，迄当时我就要在捡嘛。啊，捡迄做皇帝呢？啊，迄阵我若去捡了，我结果呢，嘿，山脚有出呢，因为遐无水，吓死啊！吓死！